子云：小人皆能养其亲，君子不，竟何以辩？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后进也。书云：绝辟不辟舔绝祖。子云：父母在不称老言孝，不言辞归门之内细儿，不叹君子以此防明明有薄于孝而厚于辞。子云：长明者朝廷，敬老则明作孝。子云：祭祀之有师也，宗庙之主也。是民有事也，修宗庙敬祀是教民追孝也，以此防民民犹忘其亲。子云：敬则用祭器，故君子不以非废礼不已。每每礼故十礼，主人亲愧则客祭，主人不亲愧则客不祭，故君子苟无礼虽美不食焉。亦曰：东陵杀牛不如西陵之月祭时受其福。诗云：祭罪以酒，祭饱以德，以此是明明由真利而忘义。子云：七日戒三日其臣一人焉，以为诗过之者驱走以较敬也。礼酒在世，啤酒在堂，陈酒在下，是不饮也。诗饮三众宾饮，一是明有上下也，因其酒肉据其宗族以教民牧也。故堂上观乎是，堂下观乎上。诗云：礼宜促度孝与促祸。子云：宾礼美敬以让，丧礼美家。 PG 106。以远誉于中，六犯于有下，小敛于户内，大敛于坐病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是远也。因人钓鱼，况周人钓鱼家事民不备也。子云：死民之促事也，无从周，以此防民诸侯犹有薨而不葬者。子云：生自客接受钓鱼，兵未教民追孝也，未没丧不称君，是民不争也。故鲁春秋既尽丧曰：杀其君之子，奚其及其君酌，以此防民子犹有事其父者。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长，是民不二也。故君子有君不谋事为补之日，称二君丧父三年，丧君三年是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思其财，是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内无客礼，莫敢为主焉。故君视其臣身，自作皆即位于堂，市民不敢有其事也。父母在馈献不及车马，市民不敢专也，以此防民民犹忘其亲而二其君。子云：礼之先必薄也，欲民之先事而后禄也。先财而后礼则民利，无辞而行情则民争。故君子与有馈者弗能见则不视其愧，亦曰不耕或不资奢凶，以此防民民由贵禄而见行。子云：君子不尽力以遗民师，云彼有遗柄，此有不敛自衣寡妇之力。故君子视则不稼田，则不于时时不立贞大夫，不作阳事，不作犬师。云采风采非无矣，下体得因莫为疾而同死，以此防民民犹忘义而真利以亡其身。子云：夫礼防民所营，张民之别，使民无嫌矣。为民计者也，故男女无媒不交，无婢不相见，恐男女之无别也，以此防民民犹有自陷其身。诗云：伐柯如之何备，抚不克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一麻如之何恒，从其母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子云：娶妻不娶同姓以后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补之，以此防民。鲁春秋有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子云：礼非祭男女不交绝矣，此防民阳侯有杀谋侯而窃其夫人，故大享废夫人之礼。
子云：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有也，君子以辟远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则不入其门，以此防明明有以色后于德。子云：好德如好色，诸侯不下于色故。君子远色以为明，既故男女授受不亲，欲妇人则尽左手呼姐妹女子，子以嫁而反男子不与同席而作寡妇不。夜哭妇人即问之不问其疾，以此防明明有淫逸而乱于族。子云：婚礼续亲迎见于舅姑，舅姑臣子以受续恐，是之为也，以此防民妇犹有不治者。中庸 PG 107。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可离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为。故君子慎其独也，喜怒哀乐之谓发谓之中，发而皆中，结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至中和天地谓焉，万物欲焉。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子曰：中庸其志以乎明，先能久矣。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以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以贤者，过之不孝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先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子曰：顺其大之也，与顺好问而好察而言，隐恶而扬善，直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私以为顺乎。子曰：人皆曰与之趋而纳诸，或陷阱之中而莫知之辟也。人皆曰与之，则乎中庸而不能其越守也。子曰：为之为人也，则乎中庸的一善，则全权福音而福师之矣。子曰：天下国家可君也，绝路可辞也，白刃可导也，中庸不可能也。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义而强与宽容，以教不暴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任经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留强哉脚，中立而不以强哉脚，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脚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脚。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数焉，无弗谓之以君子尊道而行半途而废，无弗能以以君子依乎。中庸顿世不见之而不悔，为圣者能知君子之道废而隐夫妇之余，可以与之焉，及其志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孝可以能行焉，及其志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与大天下莫能载焉，与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渊非立天于月，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志也察乎天地。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科伐科其则不远，直科以伐科逆而视之，有以为远故。君子以仁治仁，改而止忠恕为道，不远失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师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谨有。 PG 108。
所不足不敢不免，有余不敢尽，言故行，行故言，君子胡不躁躁耳，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怨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临下，在下位不圆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由人，故君子居义以四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设有四乎？君子失诸政府，反求诸其身。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耳，譬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何如鼓瑟琴，兄弟既息，何乐且单以耳，是家乐耳。妻躺，子曰，父母其顺矣乎？子曰，鬼神之为德，其顺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悟而不可以使天下之人其名胜服以成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审可赦，思夫为知显成之不可言，如此夫。子曰，顺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才而笃焉，故哉者培之，亲者父之。诗曰，家乐君子献献令，得一民一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生之，故大德者必受命。子曰，无忧者其为文王乎？以王继位，父以武王位，子父作之，子庶之，武王转大王，王继文王之序，一荣一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显，名尊位天子父。有四海之内，宗庙享之，子孙保之，武王莫受命，周公臣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继上四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即是庶人，父为大夫，子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为士，子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其之丧达乎？大夫三年之丧达乎？天子父母之丧无贵贱异也。子曰，武王周公其达孝矣乎？夫孝者善祭人之至，善庶人之逝者也。春秋修其祖庙，成其宗器，设其常衣，见其时，时宗庙之礼，所以序朝暮也，序爵所以变贵贱也，序事所以变钱也，履绸下位上所以逮剑也，燕毛所以去齿也，见其位，行其礼，奏其乐，敬其所尊，爱其所亲，视死如是生，事王如是，存孝之志也，交涉之礼所以是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似乎其先也，名乎交涉之礼，地常之义治国，其如是诸长乎？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不在邦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其人道敏政，地道敏庶夫政也者，俘虏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人，人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以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 PG 109。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惑乎上民不可得而至矣，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亲，思事亲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人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
其知之意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意也。子曰：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人之耻近乎勇之思三者，则之所以修身，之所以修身，则之所以治人，之所以治人，则之所以治天下国家，以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公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坤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炫，体群臣则事之暴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公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其民甚服，非礼不动。所以修身也，去谄远色，见惑而贵德，所以劝贤也，尊其位重其禄同其好恶。所以劝亲亲也，官圣任使，所以劝大臣也，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保敛，所以劝百姓也，日审月事祭领称事。所以劝百公也，送往迎来嘉善而今不能。所以柔远人也，既绝事举废国治乱时为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义也。凡事欲则立，不欲则废，言前定则不竭，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就，道前定则不穷。在下位不惑乎上民不可得而至，以惑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惑乎上以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有以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成，不顺乎亲以成身，有道不明乎善，不成乎身矣。成者天之道也，成之者人之道也。成者不勉而终，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成之者则善而不直之者也，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知有福，学学之福能福错也，有福问问之福之福错也，有福思思之福的福错也，有福辨辨之福明福错也，有福行行之福笃福错也。人亦能知己百，知人十，能知己千，知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自成名谓之信，自名臣谓之教，臣则名，以名则臣，以为天下至诚。谓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PG 110。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与。其次至区区能有成，成则行，行则者者则明，明则动，动则变，变则化为天下至诚。未能化至诚之道，可以前之国家将兴，必有争降，国家将王必有妖孽，见乎失归，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成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成者物之终始，不成无物，是故君子成之为贵。成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人也，成物之也，性之德也，和外内之道也，不识错之矣也。故至诚无习，不习则久，久则真，真则悠远，悠远则博厚，博厚则高明，博厚所以载物也高明，所以富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得高明，配天悠久无疆。如此者不见而张，不动而变无畏，
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天地之道，国也，厚也，高也，明也，幽也，久也。今夫天思昭昭之多及其无穷也，日月星辰气焉，万物复焉。今夫的一撮土之多及其广厚载华月而不重，郑和海而不泄，万物载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广大，草木生之禽兽居之宝藏星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测圆沱蛟龙鱼鳖身焉，或才直焉。诗曰：为天之命，于目不以盖曰天之所以为天也，于乎不显文王之德之纯盖曰文王之所以为文也，纯亦不已。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俊极于天，悠悠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哉其仁然。后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明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至广大而敬精为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是故君上不骄位，下不备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末足以容。师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谓与。子曰：愚而好自用，见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事反古之道，如此者哉？及其身者也，非天子不义礼不智度不考文。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子曰：吾说下礼不足真也，吾学殷礼有宋存焉，吾学周礼今用之无从。周王天下有三仲焉，其寡过矣乎上焉者，虽善无真，无真不信，不信民服从下焉者，虽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服从。故君子之道本诸身真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谋，见诸天地而不备，执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祀圣人而不惑，执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 PG 111。是以祀圣人而不惑之人也。是故君子动而是为天下道，行而是为天下法，言而是为天下，则远之则有，望近之则不厌。师曰：在彼无恶，在此无赦，树积素业以永终。欲君子未有不如此，而早有欲于天下者也。仲尼族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习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复仇，譬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待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为天下至圣，未能聪明睿之足以有灵也，宽裕温柔足以有容也，八强刚毅足以有直也，其庄中正足以有静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别也，朴薄渊泉而实出之，朴薄如天，渊泉如渊，见而明，莫不敬言而明，莫不信，行而明，莫不说，是以声名扬溢乎中国。诗集满莫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的之所载，日月所照，双目所对，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故曰：配天为天下至诚，未能经纶天下之代，经历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欲夫焉有所以尊尊其人，渊渊其渊，浩浩其天，苟不顾聪明甚之达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诗曰：一井上迥，恶其闻之者也。故君子之道黯然而日彰，小人之道得然而日亡。君子之道
淡而不厌，简而文，温而理之，远之近之，风之自之，为之显可与入得。以诗云：前虽服以一恐之招故，君子内省不就无恶于治。君子所不可及者，其为人之所不见乎？诗云：香在耳，室上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动而静，不言而信。诗曰：奏假无言，实弥有真。是故君子不赏而明劝，不怒而明威于府乐。诗曰：不显为德，百辟其行之。是故君子笃恭而天下平。诗曰：与怀明德，不大声以色。子曰：声色之余以化名位也。诗曰：德犹如毛毛有有，轮上天之载无声无秀之矣。表记，表记。子言之归乎？君子隐而显，不惊而庄，不立而威，不言而信。子曰：君子不失足于人，不失色于人，不失口于人事。故君子貌足畏也，色足淡也，言足信也。辅行曰：敬忌而往有，则言在公。子曰：涕兮之不相因也，欲明之无相独也。子曰：既极静不济之以乐，朝即便不济之以倦。子曰：君子慎以辟或笃，以不掩躬，以远耻。子曰：君子庄敬。PG 112。日强安四日偷，君子不以一日使其功颤焉，如不终日。子曰：其戒以示鬼神，则日月以见君，恐明之不敬也。子曰：瑕吾死焉而不畏也。子曰：无辞不相接也，无礼不相见也，欲明之无相谢也。亦曰：出事告再三，独独则不告。子言之：仁者天下之表也，义者天下之志也，报者天下之利也。子曰：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陈。诗曰：无言不仇，无德不报。大假曰：民非厚，无能屈以宁，厚非民无以辟四方。子曰：以德报怨，则宽身之人也，矣愿报德则行路之名也。子曰：无欲而好人者，无畏而恶不仁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是故君子义道自矣，而治法矣明。子曰：人有三，与人同工而异勤，与人同工其人未可知也，与人同过然后其人可知也。仁者安人之者，利人畏罪者强人，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仁也，道者义也。厚于仁者薄于义，轻而不尊；厚于义者薄于仁，尊而不轻。道有志亦有考志，道以亡义，道以霸考，道以为无师。子言之：人有数，亦有长短，小大中心惨达，爱人之人也，律法而强之资人者也。诗云：风水有五王，岂不是以绝孙谋以晏一子五王争哉？术士之人也。国风曰：我今不越王，续我后终身之人也。子曰：人之为器重，其为道远，举者莫能胜也，行者莫能治也，取数多者人也，夫免于人者不亦难乎？是故君子以义度人，则难为人；以人忘人，则贤者可知矣。以子曰：忠心安人者，天下一人而已矣。大雅曰：德犹如毛，明先克举之我，以图之为众山俯举之爱，莫助之小雅。曰：高山仰止，谨行行止。子曰：师之好人如此，相道而行中道而废，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数之不足也，免焉日有孜孜必而后已。子曰：人之难成就，以人人失其所好，故仁者之过一词也。子曰：恭敬礼俭敬人性敬情敬让以行，此虽有过，其不甚以夫。恭寡过情可信，俭易容
也以此失之者不亦先乎？师曰：温温公人为德之基。子曰：人之难成久以为君子能之事，故君子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是故圣人之至行也不至以以使民有所劝勉愧耻，以行其言礼，以节之性，以节之容貌，以文之衣服，以仪之朋友，以及之欲民之友，一也小雅曰：不愧于人，不畏于天，是故君子服其父则文矣。君子之容有其容则文矣，君子之辞遂其辞则实矣，君子之德是故君子耻服其父而无其容，耻有其容而无其。PG 113。辞耻有其辞而无其德，耻有其德而无其行，是故君子衰竭则有哀色，端冕则有敬色，甲胄则有不可辱之色。诗云：为题在梁不如其义，彼季之子不称其父。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义者，贵贱皆有事于天下，天子亲耕资甚具畅以事上帝，故诸侯请以俯视于天子。子曰：下之事上也，虽有必民之大德，不敢有君民之心，人之后也，是故君子恭俭以求义，人信让以求义，礼不自上其事，不自尊其身，俭于位而寡于欲，让于贤卑，己而尊人，小心而畏义，求以事君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听天命。师云：默默格累师于条美凯蒂，君子求福不回其顺，与文王周公之位，与有君民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师云：为此文王小心翼翼，昭示上帝欲怀多福，觉得不回以受邦国。子曰：先望是以尊名节以依会耻，民之福于行也，是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上其功，以求处情过行福虑，以求处后张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贤，是故君子虽自卑而民敬尊之。子曰：后继天下之为烈也，岂一手一足哉？为欲行之福于民也，故自谓辨人。子言之：君子之所谓仁者，其难乎？师云：凯蒂君子民之父母，凯以强教之，蒂以说安之乐而无荒，有礼而亲威，庄而安孝，慈而敬，使民有父之尊，有母之亲，如此而后可以为民父母，以非至得其孰能如此乎？今父之亲子也亲贤而下无能，母之亲子也贤则亲之无能，则怜之母亲而不尊，父尊而不亲，水之于民也亲而不尊，火尊而不亲，土之于民也亲而不尊，天尊而不亲，命之于民也亲而不尊，鬼尊而不亲。子曰：下道尊命是鬼敬神而远之，敬人而忠焉，先禄而后威，先赏而后罚，亲而不尊其民之必蠢而愚巧而野朴而不闻。因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其民之必当而不敬，慎而无耻，周人尊礼上师是鬼敬神而远之，敬人而忠焉，其赏罚用决裂，亲而不尊其民之必利而巧闻而不残贼而避。子曰：下道未独辞不求备，不大望于民，民未厌其亲，因人未独礼而求备于民，周人强民未独神而赏决刑罚穷矣。子曰：余下之道寡怨于民，因周之道不慎其弊。子曰：余下之直，因周之文至矣，余下之文不慎其直，因周之直不慎其文。子言之：
曰：后世虽有作者于地府可及也，以以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后其子，子名如父母，有惨达之爱，有忠立之教，亲儿。 PG 114。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人为一尺废亲时中而不犯义而顺文而敬宽而有变辅行曰：德威为威，德名为名，非于地其孰能如此乎？子言之是君先资其言败，自陷其身以成其性，是故君有责于其臣，臣有死于其言，故其受禄不污，其受罪亦寡。子曰：是君大言禄则忘大利，小言禄则忘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禄，不以大言受小禄，亦曰不加食疾。子曰：是君不下达，不上慈悲，其人弗自小雅，曰进贡而为政之事，与神之听之事，古以女。子曰：是君远而见则产也，近而不见则失利也。子曰：尔臣守和，宰政百官，大臣律四方。子曰：是君欲见不欲臣，失云心乎？爱以暇不畏，以忠心藏之，何日忘之？子曰：是君难进而易退，则未有序易进，而难退则乱也，故君子三一而进一辞而退以远乱也。子曰：是君三围而不出进则利禄也，人虽曰不要无福性也。子曰：是君慎始而进终。子曰：是君可畏可见可富可贫可生可杀而不可使未乱。子曰：是君军旅不辟南朝，庭不辞见处其位而不履其事则乱也，故君使其臣得志则慎虑而从之，否则熟虑而从之，终事而退臣之后也。亦曰不是王侯高尚其事。子曰：为天子受命于天，是受命于君，故君命顺则臣有顺命，君命逆则臣有逆命失。曰：却之将将，臣之分分，人之无良，我以为君。子曰：君子不以辞敬人，故天下有道则行有之业，天下无道则辞有之业。是故君子于有丧者之策不能复焉，则不问其所废；于有病者之策不能溃焉，则不问其所欲；有客不能管则不问其所舍。故君子之皆如水，小人之皆如礼。君子但以诚，小人甘以坏。小雅曰：道言恐干乱，是用谈子。曰：君子不以口喻人，则名作忠。故君子问人之寒，则衣之；问人之饥，则食之；称人之美，则爵之。国风曰：心之忧矣，与我归说。子曰：口惠而食不至怨，资及其身。是故君子与其有诺，则也宁有己怨。国风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已矣焉哉？子曰：君子不以色亲人，情疏而貌轻在，小人则穿鱼之道也。与子曰：情欲性辞欲巧。子言之习三代明王，皆是天地之神明，无非卜筮之用，不敢以其私泄事上帝。是故不犯日月，不为卜筮。卜筮不相习也，大事有时日，小事无时日。有事外事用刚，日内事用柔，日不为归。是子曰：身权礼乐，其盛世已无。 PG 115。害乎鬼神，无怨乎百姓。子曰：后继之四亦父也，其辞公，其欲简，其禄及子孙。师曰：后继召四庶无罪，毁以弃于今。
子曰：大人之气威尽天子，无视诸侯有守视天子道，以示诸侯非其国不以示补宅，请示天子不补处大庙。子曰：君子敬则用祭器，是以不废日月，不违规，是以敬事其君常，是以上不独于民，下不懈于上。子疑。子言之曰：为上义事也，为下义之也，则行不反矣。子曰：好贤如资一二二如相国，则绝不独而民作怨，行不恃。而民前服大雅曰：以行文王万国作服。子曰：夫民教之以德，齐之以礼，则民有革新；教之以政，齐之以刑，则民有顿心。故君民者，子以爱之则民亲之信，以节之则民不备功，以利之则民有孙心。辅行曰：苗民匪用并治以行，为作五岳之行曰法，是以民有恶德而遂绝其事也。子曰：下之事上也，不从其所令，从其所行，上好事勿下避。有甚者，以故上之所好恶不可不慎也，是民之表也。子曰：禹历三年，百姓以人遂焉，其必尽人失云赫赫失矣。民惧而瞻辅行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大雅曰：成王之福，下土之士。子曰：上好人则下之为人，真先人故长明者张志真，教尊人以子爱百姓，民志行己以说其上，以诗云有故德行，四国顺之。子曰：王言如斯，其出如伦；王言如伦，其出如福。故大人不畅有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名言不为行，而行不为言。以诗云：书圣而止不逾矣。子曰：君子道人以言而敬人以行，故言必律其所终，而行必积其所弊，则民谨于言而慎于行。诗云：慎而出，化静而威仪。大雅曰：穆穆文王于鸡西禁止。子曰：长民者一服不二从，容有常以其其民，则民得一。诗云：彼都人是狐裘，惶惶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子曰：为上可望而知也，为下可述而治也，则君不疑于其臣，而臣不惑于其君。以隐疾曰：为隐公及汤显有一德。诗云：疏人君子，其疑不推。子曰：有国者张善恶以事民，后则民情不二。诗云：进贡而为好事正直。子曰：上人疑则百姓惑，下难之则君常劳。故君民者张好以示民，俗甚恶以欲民之疑，则民不惑以臣疑，行不重辞不圆，其所不及不凡。116。其所不知则君不劳。以诗云：上帝反反下民促小雅，曰匪其止共为望之穷。子曰：正之不行也，教之不成也，绝路不足劝也，刑罚不足耻也。故上不可以懈行而轻绝。康告曰：敬民乃罚辅行曰：波行之不敌。子曰：大臣不亲，百姓不宁，则忠敬不足而富贵已过也。大臣不治而耳臣鄙矣，故大臣不可不敬也，是民之表也；耳臣不可不慎也，是民之道也。君无以小谋大，无以远言近，无以内图外，则大臣不怨，耳臣不及，而远臣不避以叶公之故。命曰：无以小谋败大作，无以避喻人及庄严，无以必欲事及庄士大夫。亲士子曰：大人不亲其所贤而信其所见，民是以亲师而教，是以凡师云：彼求我则如不我得，执我仇仇亦不我立。君臣曰：未见甚若以福克见，既见甚亦不克由甚。
子曰：小人溺于水，君子溺于口，大人溺于民，皆在其所泄也。夫水尽于人而溺人，得一瑕而难清也；亦以溺人口肺而烦溢出难毁，亦以溺人夫民必于人而有彼心可尽不可慢，亦以溺人故君子不可以不慎也。太甲曰：吾越绝命以自负也。若于击章往审或于绝度，则是对命曰：为口其修为甲胄，其兵为衣裳，在四为干戈审绝功。太甲曰：天作孽可为也，自作孽不可以。以患隐疾曰：为隐公天见于西邑下，自周有中相以为中。子曰：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素则容静，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诗云：其无有先正其言明，且亲国家以民都，亦以臣庶民以身，谁能秉国臣不自卫，正促老百姓。君雅曰：夏日暑与小民为曰愿，资冬其寒小民亦为曰愿。子曰：夏之世上也，生不正言不信，则亦不依行无类也。子曰：言有物而行有格也，是以生则不可夺，至死则不可夺民。故君子多闻直而守之，多知直而亲之，经之略而行之。君臣曰：出入自尔，失于数言同。诗云：疏人君子其一义也。子曰：为君子能好其政，小人独其政。故君子之朋友有相，其恶有方，是故尔者不惑，而远者不疑也。诗云：君子好逑。子曰：轻绝贫贱而重绝富贵，则好贤不奸而恶恶不着也。人虽曰不立无不信也。诗云：朋友忧舍，舍以为宜。子曰：思惠不归德，君子不自流焉。诗云：人之好我，是我周行。子曰：苟有车必见其事，苟有衣必见其敝人，苟或言之必闻其声，苟或行之必见其成。格谈曰：117。夫之无舍。子曰：言从而行之，则言不可事也；行从而言之，则行不可事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性，则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恶。诗云：白圭之辩尚可磨也，斯言之辩不可谓也。小雅曰：与也，君子斩也。大臣君士曰：习在上帝周田官文王之德，其极大命于绝功。子曰：南人有言曰：人而无恒，不可以为卜。是古之以言与归，是犹不能知也，而况于人乎？诗云：我归既厌不我告，犹对命曰：绝无极恶，得名利而正事，纯而祭祀，是谓不敬事。凡则乱世神则难易，曰不恒其德或成之，修恒其德征妇人及夫子兄。奔丧奔丧奔丧之礼，使闻亲丧以哭踏食者尽哀，问故又哭尽哀。遂行日行百里不宜，夜行为父母之丧，见心而行，见心而舍。若未得行，则臣服而后行。过国至尽哭尽哀，而止哭辟事朝望其国，尽哭至于家入门左身自西街，并东西面坐哭尽哀。或法坦将唐东即位，西乡哭臣勇袭叠于续东角，待反魏败兵臣勇送兵反魏有兵后至者，则败之。臣勇送兵皆如出，众主人兄弟皆出门，出门哭止何门乡者告就赐于右哭。阔法坦臣勇于三哭，由阔法坦臣勇三日臣服败兵，送兵皆如出。奔丧者非主人，则主人谓之败兵。送兵奔丧者自其衰以下入门左中庭北面哭尽哀，碾麻于续东即位，坦与主人哭臣勇于右哭，三哭皆碾。坦有兵则主人败兵，送兵丈夫妇人之呆之也，皆如朝夕哭，未无变也。
奔母之丧西面哭尽哀过法坦将唐东即位西乡哭陈永其缅甸于续东败兵宋兵皆如奔父之礼于右哭不阔法妇人奔丧身自东皆并东西面坐哭尽哀东抓即位与主人时永奔丧者不及并先知墓北面坐哭尽哀主人之呆之也即位于墓左妇人墓右陈永尽哀过法东及主人位别脚带哭陈永败兵反为陈永乡者告示必遂官归入门左北面哭尽哀过法坦陈永东及位败兵陈永兵出主人败宋有兵后至者则败之陈永宋兵如出众主人兄弟皆出门出门哭指乡者告就赐于右哭阔法陈永于三哭由阔法陈永三日臣服于五哭乡者告事必为母所以一于父者一阔法其余免以终视他如奔父之礼其衰以下不及并先之目118西面哭尽哀免麻于东方即位与主人哭陈永其有兵则主人败兵宋兵兵有后至者败之如出乡者告示必遂官归入门左北面哭尽哀免坦陈永东即位败兵陈永兵出主人败宋于右哭免坦陈永于三哭有免坦陈永三日臣服于五哭乡者告示必闻丧不得奔丧哭尽哀问故又哭尽哀乃未未过法坦陈永其叠脚带即位败兵反为陈永兵出主人败宋于门外反为若有兵后至者败之陈永宋兵如出于右哭阔法坦陈永于三哭由阔法坦陈永三日臣服于五哭败兵宋兵如出若除丧而后归则之墓哭陈永东阔法坦迭败兵陈永宋兵反为右哭尽哀遂除于家不哭主人之呆之也无便于服与之哭不用自其衰以下所以一者免麻凡为未非亲丧其衰以下皆即位哭尽哀而东缅迭即位坦陈永其败兵反为哭陈永宋兵反为乡者告就次三日五哭促主人出宋兵众主人兄弟皆出门哭指乡者告事必臣服败兵若所为未家远则臣服而往其衰望乡而哭大公望门而哭小公至门而哭司马即位而哭哭父之党于庙母妻之党于寝师于庙门外朋友于寝门外所食于也张为凡为卫部殿哭天子九诸侯七卿大夫五世三大夫哭诸侯不敢败兵诸臣在他国卫卫而哭不敢败兵与诸侯卫兄弟亦卫卫而哭凡卫卫者一坦所食者调先哭于家而后之墓皆卫之臣永从主人北面而永凡丧父在父为主父没兄弟同居各主其丧亲同长者主之不同亲者主之闻远兄弟之丧既除丧而后闻丧免坦陈永败兵则上左手无福而未位者为嫂叔及妇人将而无福者麻凡奔丧有大夫至坦败之陈永而后席于是席而后拜之问丧问丧亲使死机司徒显息上任交手呼策达之心痛及之一伤甚干干交沸水将不入口三日不举火故邻里未知泥周以饮食之夫悲哀在中不行便于外也痛及在心不口不甘卫生不安美也三日而脸在床曰失在官曰就动失举就哭永无数策达之心痛及之意悲哀至闷气甚故坦而永之所以动体安心下气也妇人不宜坦故发凶
119即心觉永因因甜甜如坏强然悲哀痛极之至也故曰辟永哭泣哀以诵之诵行而往迎经而返也其往诵也望望然急急然如有追而伏及也其反哭也惶惶然若有求而伏的也故其往诵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无所得之也入门而伏见也上堂又伏见也入室又伏见也往以丧以不可复见以已故哭泣辟永尽哀而止以心畅焉创焉呼焉太焉心觉至悲而已以祭之宗庙以鬼想之侥幸复返也诚况而归不敢入处世居于以如哀亲之在外也请山整块哀亲之在土也故哭泣无时服情三年思慕之心孝子之志也人情之时也或问曰死三日而后脸者何也曰孝子亲死悲哀至闷故匍匐而哭之若将复生然安可得夺而脸之也故曰三日而后脸者以似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以孝子之心意亦衰以家事之计衣服之具亦可以成以亲戚之远者亦可以至以事故圣人谓之断绝以三日谓之理智也或问曰观者不肉坦何也曰观至尊也不居肉坦之体也故谓之免以待之也然则突者不免与者不坦果者不勇非不悲也身有故疾不可以备礼也故曰丧礼为哀为主以女子哭泣悲哀及胸伤心男子哭泣悲哀及丧处地无容哀之至也或问曰免者以何谓也曰不观者之所服也礼曰童子不思为当事思思者其免也当事则免而杖矣或问曰杖者何也曰竹同意也故谓父居杖居杖竹也谓母消杖消杖同也或问曰丈者以何谓也曰孝子丧亲哭泣无数服情三年生病体累以丈服病也则父在不敢丈以尊者在故也堂上不丈辟尊者之处也堂上不屈事不惧也此孝子之志也人情之时也礼义之经也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福问福问传曰有从亲而重公子之妻为其皇姑有从重而亲为妻之父母有从无福而有福公子之妻为公子之外兄弟有从有福而无福公子为其妻之父母传曰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母死则为其母之党服为其母之党服则不为继母之党服三年之丧祭练以有其之丧祭葬以则待其不隔待叠其之叠服其功衰有大功之丧亦如之小120公无变也麻之有本者变三年之隔祭炼欲麻断本者于免叠之祭免去叠每可以叠必叠祭叠则去之小公不易丧之炼官如免则叠其思小公之叠因其出隔待思之麻不变小公之隔小公之麻不变大公之隔以有本未睡伤长中变三年之隔中伤之月算而返三年之隔是非重麻为其无促哭之睡下伤得否君为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为君也世子不为天子服君所主夫人妻大子是父大夫之世子为君夫人大子如是服君之母非夫人则群臣无服为近臣及仆参臣从服为君所服服也公为卿大夫西衰以居出亦如之当世则便迭大夫相位亦然为其妻往则服之出则否
凡见人无冕蝶，虽朝于君无冕蝶，为公门有睡其衰传曰：君子不夺人之丧，亦不可夺丧也。传曰：罪多而行五丧，多而服五上负下负列也。兼传斩衰，可以服居居恶貌也，所以守其内而见诸外也。斩衰貌若居其衰貌，若喜大公貌，若指小公司麻绒貌可也。此哀之发于绒体者也。斩衰之乎若往而不反其衰之乎若往而反大公之乎三取而以小公司麻哀荣可也。此哀之发于身阴者也。斩衰为而不对其衰，对而不言大公，言而不义小公司麻，义而不极乐，此哀之发于言语者也。斩衰三日不食其衰，二日不食大公，三不食小公司麻，再不食是与敛焉，则一不食故父母之丧祭，并食周朝一亿米末一亿米其衰之丧，疏食水饮，不食菜果，大公之丧不食西降，小公司麻不饮礼酒，此哀之发于饮食者也。父母之丧祭于醋枯疏食水饮，不食菜果，其而小祥食菜果，又其而大祥有西降，中月而淡淡而饮礼酒，食饮酒者先饮礼酒，食食肉者先食干肉。父母之丧居以炉寝山枕块，不说迭代其衰之丧居恶事下简，不纳大公之丧寝有席，小公司麻床可也。此哀之发于居处者也。父母之丧祭于醋枯住梅简平下简，不纳其而小祥居恶事寝有席，又其而大祥居父寝，中月而淡淡而床。斩衰三生，其衰四生，五生，六生，大公七生，八生，九生，小公十生，十一生，十二生，司马十五生，去其伴有事其旅，无事其不曰思，此哀之发于衣服者也。斩衰三生，祭于醋枯受已成。121不六生官，七生为母书衰，四生受已成，不七生官，八生去麻服格格带，三重其而小祥练官，全员要叠，不除男子，除乎手妇人，除乎带男子，何谓除乎手也妇人，何谓除乎带也男子，重手妇人，重带除服者先，重者一服者一轻者又，其而大祥素稿麻衣，中月而淡淡而欠魔所不配。一服者何谓一亲者也。斩衰之丧祭于醋枯，遭其哀之丧。亲者包重者，特祭练遭大公之丧麻革重。其衰之丧祭于醋枯，遭大公之丧麻革兼服之。斩衰之革与其衰之麻同，其衰之革与大公之麻同，大公之革与小公之麻同，小公之革与丝之麻同，麻同则兼服之，兼服之服重者则亦轻者也。三年问，三年问，三年之丧何也？曰称秦而立文，因以事群别，亲疏贵贱之节而弗可损益也。故曰无益之道也。创聚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月迟，三年者称秦而立文，所以谓治痛疾也。斩衰居杖居以炉石周寝山枕块，所以谓治痛是也。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必哀痛未尽，思物未忘然而服以事断之者，岂不送死有以复生有节也哉？凡生天地之间者，有血气之属必有之，有之之属莫不知，爱其类今世大鸟兽，则失丧其群体，月月于食焉，则必反寻过其故乡，降回焉，名号焉，职焉，驰除焉，然后乃能去之。小者至于燕雀犹有周教之请焉，然后乃能去之。故有血气之属者，
莫之于人故人于其亲也至死不穷。将由夫患邪淫之人与则彼朝死而系望之，然而从之则是曾鸟兽之部落也。夫焉能相与群居而不乱乎？将由夫修士之君子与则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必若四之过隙，然而遂之，则是无穷也。故先望焉谓之立中至节，一始足以成文理，则是之矣。然则何以治其也？曰治亲以其断，是何也？曰天地，则以义以四时，则以变以其在天地之中者，莫不更始焉，以事象之也。然则何以三年也？曰加隆焉耳也。焉始备之故在其也。有九月以下何也？曰焉始伏吉也。故三年以为龙，思小公以为杀其，九月以为肩上取象于天，下取法于的中，取则于人。人之所以群居合一之礼敬以故三年之丧，人道之至文者也。夫士之谓至。一百二十二，龙是百王之所同，古今之所依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达丧也。生一，生一古者，生一盖有制度以应规矩，神权衡。短无见夫，长无备土，蓄刃钩边要逢半夏，割之高下可以运肘内之长短，反曲之极肘带下无厌，壁上无厌，斜刚无骨者，至时有二伏以应时，有二月内环以应归，屈掐如举以应方，复神及怀以应直，下其如权衡以应平，故归者行举手以为容，复神抱方者以直，其正方其意也。故亦曰坤六二之动，直以方也，下其如权衡者以安置而平心也。无法以失，故圣人服之，故规矩取其无私，神取其直，权衡取其平，故先望贵之，故可以为文，可以为武，可以并相，可以治军旅，完且服废善一之次也。具父母大，父母依纯以惠，具父母依纯以亲，如孤子依纯以素，纯内圆，纯边广各寸半。投壶，投壶，投壶之礼，主人奉使私设奉中，使人执壶，主人请曰：某有往使少壶，请以乐宾宾。曰：子有止酒佳肴，某祭赐以幼众，以乐感辞。主人曰：往使少壶不足，辞也感故以请宾。曰：某祭赐以幼众，以乐感故辞。主人曰：往使少壶不足，辞也感故以请宾。曰：某故辞不得命，感不尽从。兵在拜受主人班，还曰辟。主人坐街上拜送兵盘，还曰辟。以拜受使进及两营间退反为一兵救言，私设进度湖间以二使半反为设中东面直八算心，请兵曰：顺头未入，彼头不是胜，引不胜者正觉即行，请未胜者立马，一马从二马三马即立，请庆多马，请主人亦如之。命贤者曰：请奏离首间。若一大师曰：诺。左右告使俱请，石头有入者则私设坐，而是一算焉，兵挡于右，主挡于左，促头。私设直算曰：左右促头，请数二算为纯，一纯以取一算为其岁，以其算告曰：某贤与某若干纯，其则曰其君，则曰左右君。命卓曰：请行商。卓者曰：诺。当饮者皆贵奉商曰：赐冠胜者贵曰：敬仰。正觉即行，请立马，马各执其算。一百二十三，
一马从二马以庆庆礼曰三马既备请庆多马宾主皆曰诺正爵既行请撤马算多少是其座筹是中五福堂上七福亭中九福算长尺二寸壶井修七寸腹修五寸口径二寸半容豆五升壶中十小豆烟为其使之月而出掩壶去席二尺半尺以这若即无去其皮。鲁令弟子辞曰吾无吾敖无备力无余言备力余言有常觉薛令弟子辞曰吾无吾敖无备力无余言若是者福古半鲁古半薛古取半以下为头古礼敬用之为设礼司设亭长及官事吏者皆属兵党乐人及使者童子皆属主党鲁古半薛古半如行如行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如服与孔子对曰秋少居鲁衣逢耶之衣长居宋官张辅之官秋文之也君子之学也伯其父也相丘不知如服哀公曰敢问如行孔子对曰巨树之不能终其物悉树之乃流更不未可终也哀公命其孔子是曰如有席上之争以待聘宿业强学以待问怀中性以待举例行以待取其自立有如此者如有衣冠中动作甚其大让如慢小让如伟大则如微小则如愧其难进而易退也周周若无能也其容貌有如此者如有居处其难其坐其恭敬言必先性行必中正道徒不争显义之利冬夏不争阴阳之和爱其死以有待也养其身以有味也其备欲有如此者如有不保金玉而忠信以为保护其土地利益以为土地不其多积多闻以为富难得而易路也易路而难处也非时不见不易难得乎非易不合不易难处乎先劳而后路不易易路乎其近人有如此者如有委之以获财焉之以乐好建立不亏其义节之以重举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至重绝薄不成勇者以重鼎不成其力往者不悔来者不欲过言不再流言不及不断其威不袭其谋其特利有如此者如有可亲而不可结也可敬而不可破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居处不迎其饮食不入其过失可为变而不可面数124也其刚亦有如此者如有忠信以为假咒礼义以为干鲁待人而行暴义而处虽有暴政不更其所其自利有如此者如有义武之功还赌之事闭门归于棚户瓮有义一而出并日而时上踏之不敢以一上不踏不敢以产其事有如此者如有今人与居古人与积今世行之后世以为凯世福逢世上福缘下福推产产之名有彼党而为之者生可为也而志不可夺也虽为起居尽性其志由将不忘百姓之病也其忧思有如此者如有博学而不穷笃行而不倦忧居而不淫上通而不困礼之以何谓贵忠信之美悠游之法目贤而容众毁邦而瓦合其宽裕有如此者如有内称不辟亲外举不辟怨臣攻击事推贤而尽达之不忘其暴君得其志苟利国家不求富贵其举贤原能有如此者如有闻善以相告也见善以相示也爵位相先也患难相死也久相待也远相至也其任举有如此者
如有早生而欲得成言而弗进而正之上弗之也粗而翘之又不及位也不临身而位高不加少而位多事志不轻事乱不举痛弗与亦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如有上不成天子下不是诸侯甚敬而上宽强亦以与人博学以知福晋文章以立连于虽分国如资诸不成不是其归位有如此者。如有何志同方引道同树并立则乐乡下不厌酒不相见闻流言不信其行本方立一同而进不同而退其交友有如此者。温良者人之本也敬慎者人之地也宽裕者人之作也孙接者人之能也礼节者人之貌也言谈者人之文也歌乐者人之和也分散者人之师也如皆兼此而有之有且不敢言人也其尊让有如此者。如有不与或于贫贱不冲处于富贵不混君王不累常上不敏有私故曰如今众人之命如也望常以如相诟病。孔子至舍哀公管之闻此言也言家性行家义中美无事不敢以如未信。大学大学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之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是有终始之所先后则尽道以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 其家欲齐 其家者。125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治其知治之在格物物格而后知治知治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世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以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谓之有也此谓之本此谓之之治也。所谓诚其意者无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小人闲居谓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这其善人之事己如见其肺肝然则贺意以此谓诚于中行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曾子曰食目所视食手所指其言乎复论乌德论身心广体盘故君子必诚其意。诗云瞻彼其傲露竹一一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色兮现兮赫兮宣兮有匪君子终不可宣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色兮现兮者循吏也赫兮宣兮者威仪也有匪君子终不可宣兮者道圣德至善明之不能忘也诗云于系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事不忘也康告曰克明德大假曰故事天之明命地点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汤之盘名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告曰作新名师曰周虽旧邦其命为新事故君子摩所不用其极师云邦积千里为民所指师云名满黄鸟止于秋于子曰于止之其所指可以人而不如鸟乎师云木木文王于积西静止为人君止于人为人臣止于敬畏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子曰听讼无由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敬其慈大为民至此谓之本。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愤志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所谓其家在修其身者，人知其所亲爱而辟焉，知其所见恶而辟焉，知其所畏敬而辟焉，知其所哀惊而辟焉，知其所熬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先已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其家。所谓治国必先齐 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子者所以始众也。康告曰：如宝。126。赤子心诚求之，虽不忠不远，以为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人一国心，人一家让一国心，让一人贪利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愤世，一人定国尧舜，律天下以人而民从之，桀纣律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御诸人者谓之有也。故治国在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于其家人，于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以兄以弟，以兄以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一不推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族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其家。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心孝，上长长而民心地，上恤孤而民不备，是以君子有挟举之道也。所恶于上无以使下，所恶于下无以事上，所恶于前无以先后，所恶于后无以从前，所恶于右无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无以交于右，此之谓挟举之道。诗云：乐止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结比南山为石，岩岩赫赫，诗以名句而瞻有国者不可以不胜辟，则谓天下路矣。诗云：因之谓丧失，克配上帝以兼于因。俊命不易道的重则的国师，重则失国。是故君子先胜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才者末也，外本内末，争名失夺。是故才聚则名散，才散则名聚。是故言备而出者亦备而入，或备而入者亦备而出。康告曰：为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以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为善以为宝。就范曰：亡人无以为宝，人亲以为宝。秦氏曰：若有一个臣断断其无他，计其心修修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计；若己有之，人之厌甚。其心好之不赤，若自其出口时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上亦有利哉。人之有计貌及以恶之，人之厌甚而为之，彼不通时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待哉。为人人放流之，奉诸肆宜，不与同中国。此谓为人人未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福人之性资必歹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德之交，泰以失之身，才有大道。身之者众，食之者寡。
为之者即用之者疏则财恒足以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人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127是不忠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臣不察于鸡豚拔兵之家不畜牛羊百臣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道臣此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常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以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资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以此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官义官义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礼义之始在于正容体其颜色顺辞令容体正颜色其辞令顺而后礼义备以正君臣亲父子和长幼君臣正父子亲长幼和而后礼义立故官而后福备福备而后容体正颜色其辞令顺故曰官者礼之始也是故古者圣王众官古者官礼是日士兵所以进官士进官士所以重礼重礼所以为国本也不官于坐以者待也教于客位三家礼尊家有臣也己官而自知成人之道也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玄官玄端殿至于君遂以至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成人之者将则成人礼焉也则成人礼焉者将则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之礼行焉将则四者之行于人其礼可不重与故孝弟忠顺之行立而后可以为人可以为人而后可以治人也故圣王重礼故曰官者礼之始也家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官重官故行之于庙行之于庙者所以尊重事尊重事而不敢善重事不敢善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婚义婚义婚礼者将和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祭后事也故君子重之事以婚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其皆主人言己于庙而拜迎于门外入揖让而身听命于庙所以尽慎重正婚礼也父亲教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成命以迎主人言己于庙而拜迎于门外续职宴入衣让身堂在拜殿宴盖亲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父车而续受随御轮三周先赐于门外父至续衣父以入共劳而时合景而应所以合体同尊卑以亲之也敬慎重正而后亲之礼之大体而所以成男女之别而立夫妇之义也男女有别而后夫妇有义夫妇有义而后父子有亲父128子有亲而后君臣有政故曰婚礼者礼之本也夫礼始于官本于婚重于丧祭尊于朝聘和于社乡此礼之大体也素心父母欲以四见殖民暂见父于旧屋直凡早立断修以见赞礼父父祭仆海祭礼臣父礼也旧屋入室父以特屯愧民父顺也绝民旧屋共享父以一线之礼殿筹旧屋先将自西皆父将自坐皆以折待也臣父礼民父顺又生之以者待所以重则父顺焉也父顺者顺于旧屋和于世人而后当于夫以臣司马不薄之事以审首尾积盖葬事故父顺备而后内合礼内合礼而后家可长久也故圣王重之
是以古者妇人先嫁三月祖庙位毁教于公公祖庙祭毁教于宗室教以妇德妇言妇容妇公教成祭之身用于貌之以平早所以成妇顺也。古者天子后立六公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内至以明彰妇顺护天下内和而家里天子立六官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氏以听天下之外至以明彰天下之南教户外和而国治故曰天子听男教后听女顺天子礼阳道后至阴德天子听外治后听内直教顺成俗外内和顺国家礼至此之谓圣德。是故男教不修阳是不得是见于天日未之时复顺不修阴是不得是见于天月未之时是故日时则天子素服而修六官之直当天下之阳是月时则后素服而修六宫之直当天下之阴是故天子之以后有日之以月。因之与阳相虚而后成者也天子修男教父道也后修女顺母道也故曰天子之与后由父之与母也故为天王服斩衰服父之意也为后服资衰服母之意也。相饮酒亦相饮酒亦相饮酒之意主人拜迎宾于祥门之外入三一而后至皆三让而后身所以至尊让也冠喜阳至所以至邪也拜至拜喜拜受拜送拜祭所以至敬也尊让邪敬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君子尊让则不争邪敬则不慢不慢不争则远于斗辩以不斗辩则无暴乱之祸以思君子所以免于人祸也故圣人治之以道。乡人是君子尊于房中之间宾主共之也尊有玄酒贵其职也修出自东房主人共之也喜荡东荣主人之所以自邪而以士兵也。129宾主向天地也借尊向阴阳也三宾向三光也让之三也向月之三日而成破也四面之坐向四时也天地炎明之气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炎气也此天地之意气也天地温厚之气始于东北而盛于东南此天德之盛德气也此天地之人气也主人者尊宾故坐宾于西北而坐介于西南以辅宾宾者皆人以义者也故坐于西北主人者皆人以德厚者也故坐于东南而坐尊于东北以辅主人也人义皆宾主有事祖斗有数曰胜胜利而将之以敬曰礼礼以体长幼曰德德也者的余生也故曰古之学术道者将以的生也是故圣人物焉既见既酒敬礼也既废常礼也萃酒成礼也于席莫言是席之正非专为饮食也为行礼也此所以为礼而见才也促至至时于西街上言是席之上非专为饮食也此先礼而后才之意也先礼而后才则名作敬让而不争矣相饮酒之礼六十者坐五十者立是以听正义所以名尊长也六十者三斗七十者四斗八十者五斗九十者六斗所以名养老也名之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名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君子之所谓孝者非家治而日见之也和诸乡社教之相饮酒之礼而孝弟之行礼矣。孔子曰无关于乡而知王道之意义也。主人亲素宾及戒而众宾自从之至于门外主人拜宾及戒而众宾自入贵贱之意别矣。
三一至于皆三让以兵身败至献仇辞让之节凡及戒审以至于众兵身受作祭力引不作而降龙杀之一别矣。攻入深歌三中主人献之深入三中主人献之间歌三中和乐三中公告乐备岁出一人杨志乃立思正焉知其能和乐而不留也。兵仇主人主人仇戒戒仇众兵少长以始终于卧喜者焉知其能地长而无疑矣。将说俱身作修爵无数饮酒之节朝不废朝末不废系兵出主人拜送节文中岁焉知其能安宴而不乱也。贵贱名龙杀变和乐而不留地长而无疑安宴而不乱此五行者足以正身安国以彼国安而天下安故曰无关于乡而知王道之意义也。乡饮酒之意立兵以向天立主以向的社界尊以向日月立三兵以向三光谷之治理也经之以天的祭之以日月参之以三光正教之本也。哼狗于东方祖阳气之发于东方也喜之在坐其水在喜东祖天地。130之左海也尊有玄酒教名不忘本也。兵必南向东方者春春之为炎蠢也产万物者肾也南方者夏夏之为炎甲也养之长之甲之人也西方者秋秋之为炎愁也愁之以时茶手艺者也北方者东东之为炎中也中者藏也。是以天子之力也左圣乡人右翼备藏也借必东乡借兵主也主人必居东方东方者春春之为炎蠢也产万物者也主人者造之产万物者也月者三日则成破三月则成十是以礼有三让建国必立三清三兵者正教之本礼之大餐也。射邑射邑谷者诸侯之射也必先行宴礼卿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乡饮酒之礼故宴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乡饮酒之礼者所以明长幼之序也。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至正外体直然后持弓使审故持弓使审故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得行矣。其节天子以邹于位节诸侯以离守位节卿大夫以采平位节士以采凡位节邹于者乐官备也离守者乐会时也采平者乐寻法也采凡者乐不失职也是故天子以备官位节诸侯以实会天子位节卿大夫以寻法位节是以不失职位节故名乎其节之志以不失其事则功臣而得行利得行利则无暴乱之祸以功臣则国安故曰射者所以官胜得也。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是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视之以礼乐也故使之敬礼乐而可属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故焉。是故古者天子之至诸侯遂献贡事于天子天子视之于射公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的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于祭数与于祭而均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均有让数有庆而义的数有让而削的故曰射者射为诸侯也是以诸侯君臣尽至于射以其礼乐夫君臣其礼乐而以流亡者谓之有也。故诗曰曾孙侯氏四正俱举大夫君子凡以术士小大莫处欲于君所以宴以射则宴则欲言君臣相与尽至于射以其礼乐则安则欲也。
是以天子治之而诸侯勿焉，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而兵不用诸侯，自谓政之具也。孔子射于绝相之普盖观。131。者如堵墙射置于司马使子路直公使出言射曰：分君之将亡国之大夫与为人，后者不入，其余皆入，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往之求序典阳至而与公往之求阳至而与曰：又壮孝弟其别好礼，不从流俗修身以赐死者不。在此位也，盖去者半，处者半，序典又阳至而与曰：好学不倦，好礼不变，毛其称道不乱者不。在此位也，盖有存者。设之为言者亦也，或曰舍也，义者各义己之志也。故心平体正，持公使审故，持公使审故，则设中以故曰：为人父者以为父古，为人子者以为子古，为人君者以为君古，为人臣者以为臣古。故设者各设己之古，故天子之大设谓之设侯，设侯者设谓诸侯也，设中则得谓诸侯，设不忠则不得谓诸侯。天子将既必先其设于则则者，所以则是也。以设于则而后设于设，公设忠者得与于既不忠者不得与于既不得与于既者有让萧以地的与于既者有庆义以地尽绝处地是也。故男子生桑胡彭始六以摄天地四方，天地四方者男子之所有事也，务必先有志于其所有事，然后敢用古也，半时之谓也。摄者人之道也，摄求正诸己，己正而后发，发而不忠则不愿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以孔子曰：君子摩所争必也，摄乎揖让而身下而以其争也，君子。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骨者，其为贤者乎？若夫不孝之人，则彼将安能以忠师云？发彼有的以其耳绝，其求也求忠以辞绝也。久者所以养老也，所以养病也，求忠以辞绝者，辞养也。晏亦，晏亦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庶子官执诸侯卿大夫事之，庶子之促长其戒令与其教，制别其等正，其为国有大事则律国子而至于大子为所用之，若有甲兵之事则受之以车甲和其卒伍，至其有司以军法治之，司马扶正。凡国之政事，国子存由促使之，修德学道，春和诸学，秋和诸社，以考其义而进退之。诸侯宴礼之义，君立坐皆之，东南南乡耳卿大夫皆少进定位也，君席坐皆之，上居主位也，君独身立席上，西面特立，莫敢视之义也。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县主臣，莫敢与君抗礼也，不以公卿为宾而以大夫为宾，为以也明贤之意也，宾入。132。中庭君将一等而一之礼之也。君举履于宾及君所赐爵，皆将在拜稽首身，臣拜名臣礼也，君踏拜之礼无不踏名君上之礼也，臣下竭力尽能以立功于国，君必报之以爵禄，故臣下皆务竭力尽能以立功事以国安，而君名礼无不踏言上之，不须取于下也，上必明正道以道明，明道之而有功，然后取其实一故，上用足而下不愧也。是以上下和亲而不相怨也，和明礼之用也，此君臣上下之大义也。故曰：宴礼者所以明君臣之义也。
喜小青赐上卿大夫，赐小青侍庶子，以赐就位于下县君。君举履行绸而后县卿，卿举履行绸而后县大夫，大夫举履行绸而后县侍，侍举履行绸而后县庶子。祖豆身体健修皆有等差，所以名贵贱也。聘役聘役聘礼上公七戒侯伯五戒子男三戒，所以名贵贱也。介绍而传命君子于其所尊服感直敬之至也。三让而后传命，三让而后入庙门，三一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至尊让也。君使侍迎于晋大夫，交劳君亲拜迎于大门之内，而庙受北面拜况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晋让也者，君子之所以相接也，故诸侯相接以晋让，则不相亲临。亲卫上并大夫，卫臣并侍卫少，并君亲礼宾宾思念思敌至拥戏，还归张贵赠享实宴，所以民宾客君臣之意也。故天子至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相立，以礼食者聘而物主，君服亲享食也，所以愧立之也。诸侯相立以礼，则外不相亲，内不相邻，此天子之所以养诸侯兵不用，而诸侯自卫政之具也。以归张聘重礼也，以聘而还归张，此亲财而重礼之意也。诸侯相立以亲财重礼，则民作让矣。主国待客出入三机细客与舍五劳之具臣于内，以三十车和三十车除新被和皆臣于外，臣秦日五双裙戒皆有细劳衣食，在享宴与十次无数，所以厚重礼也。古之用才者不能君如此，然而用才如此，其后者言敬之于礼也。敬之于礼，则内君臣不相邻，而外不相亲，故天子治之而诸侯勿焉耳。聘设之礼至大礼也，执民而使行事日积中而后礼成，非强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强有力者将以行礼也。酒亲人渴而不敢饮也，肉干人饥而不敢食也，日末人倦其装正其而不敢解。133惰以成礼节，以正君臣，以亲父子，以和长幼，此众人之所难，而君子行之，故谓之有行。有行之谓有义，有义之谓勇敢，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能以利义也，所贵于利义者贵其有行也，所贵于有行者贵其行礼也，故所贵于勇敢者贵其敢行礼义也，故勇敢强有力者天下无事则则用之于礼义，天下有事则用之于战胜，用之于战胜则无敌，用之于礼义则胜至外无敌，内胜至此之谓胜德，故圣王之贵勇敢强有力如此也。勇敢强有力而不用之于礼义，战胜而用之于争斗，则谓之乱人，刑罚行于国所诛者乱人也，如此则民顺治而国安也。子贡问于孔子曰：敢问君子贵欲而贱民者何也？谓欲之寡而民之多与？孔子曰：非谓民之多故贱之也，欲之寡故贵之也。夫习者君子彼得于欲焉，温润而则人也，缜密以利之也，廉而不贵义也，垂之如对礼也，叩之其身轻悦以长其中屈，然乐也，瑕不掩于鱼不掩瑕中也，福隐旁庞达性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的也，规章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诗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故君子贵之也。三福四至，三福四至凡礼之大体，体天地法四时则阴阳顺人情，故谓之礼。知之者是不知礼之所由生也。
夫礼及兄义道不得相干，取之阴阳也丧有四志变，而从以取之四时也有恩有礼有节有权，取之人情也恩者人也礼者义也节者礼也权者之也仁义礼之人道具矣。其恩厚者其负重，故为父斩衰三年以恩治者也。门内之至恩演义，门外之至义断恩资于是父以事君而敬同贵贵尊尊义之大者也，故为君义斩衰三年以义治者也。三日而食三月而牧其而炼毁不灭性不以死伤身也丧不过三年居衰不补坟墓不赔祥之日古诉秦告民有终也以节制者也资于是父以事母而爱同天无二日土无二主国无二君家无二尊以一致之也故父在为母其衰其者见无二尊也。丈者何也绝也三日受子丈五日受大夫丈七日受侍丈或曰丹主或曰府病妇人童子不丈不能病也百官被百物惧不言而事行者服而其言而后事行者丈而其身自直视而后行者面垢而以突者不抓语。134者不坦果者不勇老病不止酒肉凡此八者以全治者也。使死三日不待三月不解其悲哀三年忧恩之杀也。圣人因杀以致节此丧之所以三年贤者不得过不孝者不得不及此丧之中庸也亡者之所常行也。书曰高宗亮按三年不言善之也亡者莫不行此礼何以独善之也曰高宗者武丁武丁者因之贤亡也既是即位而辞良于丧当此之时因衰而复心礼废而复其故善之故载之书中而高之故谓之高宗三年之丧君不言书云高宗亮按三年不言此之谓也然而曰言不闻者谓臣下也。礼斩衰之丧为而不对其衰之丧对而不言大功之丧言而不义思小功之丧义而不极乐。父母之丧衰官神因兼具三日而食粥三月而牧其食三月而炼官三年而降。彼中资三节者仁者可以观其爱焉知者可以观其礼焉强者可以观其智焉礼以智之义以正之孝子弟弟真父皆可得而察焉礼记中。